嗱，我驚奇咁發現，雞蛋竟然雞蛋黃啊，竟然係白色嘅喎。嗱喺鏡頭面前咧，好似係黃色喎，但係其實係幾乎係白色嘅喎。咁奇怪嘅。睇多隻先啦。嗱，有比較才有呢個真相啊！正常嘅係咩噶嘛？係黃色噶嘛？係咪？嗱，呢個係白色嘅噃。真的不同的，看看顏色，撥在一起，是不是右邊這個呢是正常的顏色來的，黃色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左邊這個是幾乎是白色的，好像湯圓那樣的，奇不奇怪呢？你說在鏡頭前面它還是好像略顯黃色，但實際呢就是幾乎是白色的，哈，真是奇聞了，從來沒見過的。再看真一點，再近鏡看真一點，看看是黃色的了，正常的蛋黃是這樣的。看看它熟了之後是不是這樣的，給點鹽，五個真係點樣樣先啊？已經冇咗流體咯。睇下先嚇，頭先嗰只白色蛋黃嗰只蛋啊，嗰啲黃啊，嗱熟咗之後係點嘅咧？真係白色噶啦，係冇黃色嘅噃，唔係假噶啦。嗱個黃啊，呢個係黃嚟嘅，白色嘅。啊，哈哈，真是白色的。